这是我刚才不要脸弹下来的这个小水梨，然后我的摄影师，我的小姐妹，她说想要，我们来编个绳子。姐姐，给我编个绳。可以啊，你要编什么绳？我要编那种就是能放到手机上的手机挂。叫红的还是绿的？三个颜色。三个颜色，我看。要个绿的吧，跟他头发颜色差不多。生活想要过得去。哎呦我的妈！想要带点绿。有没有珠子？这些珠子是不是？是啊。有没有冰的？没有，你自己去买。没冰的。冰的直接。老板，你说话太爽快了，太直接了。这个多少钱一个啊？这个一块钱一个。一块钱。嗯。这个是翡翠来的。翡翠啊。嗯。他。一块钱的翡翠长这个样，把这个编到上面去。可以啊。就你们平时所见的那些绳子都是手工的，编绳这个事情没有机器来操作的，都是手工的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好，谢谢姐姐。好，看，好不好看？好看。我都有点不想送给你了。说出去的话，朋友觉得。Me and my friends at the table doing shots, busting them。好的，姐妹，走吧。谢谢姐姐。姐姐，你看，好漂亮哦，超美。我编出来是不是很美？对呀、啊。一百块卖给你。拿来，我帮你收回，这里这十二块，一把，不卖。不卖。姐妹情谊不卖。走。Come over and start up a conversation with just me, and trust me, I'll give it.